大家好，我叫傅文俊，来自中国，当代艺术家，现在工作生活在重庆，主要从事影像创作、雕塑、装置以及其他新媒体艺术的创作。在这个领域，我有很多的交叉点，而且也有他们的延伸性的契合，所以我的作品呢，呈现的方式它是有很多样貌的。这次你看到的这些作品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照片完全不同。这些照片它仍然是叫摄影，这种摄影的话，它就是一种新的形式，植入了观念艺术的本体，然后再加入摄影的媒介，相互之间表现的就更加丰富了，所以跟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素绘摄影。这个素绘摄影的由来呢，就是说既有数码的后期制作，也有前期的多次拍摄，再加上那个数码后期给它整合之后，再加进一些有绘画性的元素，它就显得更加的丰富了。那么我这次带来的这些几件作品呢，它都具有绘画性，但是它的本体摄影的特质是没有改变的，还有就是观念上有进一步的对这个传统的经典的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的这等等方面的一些思考或反思，让人们看了之后会产生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观看之后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我想这样的话就会起到我摄影表现的那个作用。